对得起艾拉姐，很好。给小小鱼们看。然后我说，右手拿木，我能来到一工作的所有努力，是因为艾拉姐说服了我。无限。嗯，干杯。没有想过会有人找我跳舞。其实我觉得你舞台表现得很好。看着我的干嘛？我很喜欢你。你的会不会软一点？你觉得呢？第一次在舞台上有那种承诺，我觉得软一点。然后选择我，所以刚好你喜欢吃硬的，我喜欢软的。我做到了。好喜欢 Ella 呀！做到了。你们都 pink 哪个姐姐呀？来呀，去吧，去吧。好，那接下来公布排名第十七名，张嘉妮姐姐排名第七名，志福姐姐，哇，排名好高啊！艾拉姐，那既然她是第七名，那你猜你是第几？第一。第一还是第二？第一。第一。艾拉人气好高啊！好了，那我就猜第一好了。有勇气。说真的，因为对我而言，名次不是最重要的。我对自己在这个舞台上更多的期待是，我可以保持这样子稳定的心情去面对每一次的挑战。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能够更多的认识自己，然后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跟着狠狠的背，这样子很稳定就好了。开了圈粉。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公布你的排名了。在第一次排名发布中。获得了个人喜爱度排名你的个人喜爱度排在第为什么都要学红桃啊几呢你我们稍后再宣布。啊？为什么是稍后？哦，那就是第一。What？ 什么意思啊？高明呀、啊！你别这样，你别这样。好可爱呀、啊！哎，你们别这样，别这样，坐好，坐好。离婚组好可爱呀、啊！不重要，没关系。这种言论会不会被录下来？然后。嗯，什么言论、啊？现在开始公布。我们就是看综艺的。卢晋山 reaction 的个人喜爱度排名。你们两人的成绩都非常好，一起冲进了前十的好名次。我们要现在跟薇薇连吗？要公布的是排名第六。我找一下怎么连哈。卢晋山姐姐，我们的同队的刘晴姐姐排名中获得第四名。哦，邀请年轻，那就点个 PK 吧。我特别特别要谢谢我的 PK， 找能找到一些。晋山姐姐，她不单单是带领着我们这个二人队。对，他的还挑战他们 rap 的邱慈炫姐姐哦，在在在，他正在与小雨小雨在连线，申请加入，做到可以完成，但是不是管理特别去弹幕，你们去弹幕。嗨，嗨，榴莲吗？嗨，榴莲，再吃榴莲，哇，羡慕了。他来。
五二零快乐哦。我太卡了，我走了。谢谢小紫送的保时捷。你走这里啊？不是啊，这关闭哦，断开连线。好，太卡了。我听到了。是很卡吗？网太差了。姐姐呢？还是电子中国风家人队的姐姐呢？她就是我们的实力歌者郭丽娜姐姐，恭喜老公！名字好占便宜哦，老公好可爱、啊。其实从小到大，我心里都有一个很难过的坎，就是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哦，所以来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跟那么多美丽的姐姐在一起，我会不会变得更自卑？真的。我小时候就比较胖，我唱歌我在舞台上我有自信，但是关于做女人，做一个漂亮女人，我不知道。你好漂亮啊！老公真漂亮，你是仙女啊！但是大家叫我老公的那一刻，我的小美可以穿着粉红色的裙子。在舞台上唱歌的那一刻，老公好可爱呀、啊！仙女一样的那一刻，我认为来这个节目值了。我的漂亮，我做主。老公好可爱呀，是吧？你们 Pink 哪个姐姐啊？我想告诉姐姐们，我来这里是想克服。我心里的这个障碍，就是好多人都被他说哭了呀。我都快被他说哭了。我每次他好有活力哦，是我由心里发出来的，已经不用太在意别人。你要学习老公二三这个节目，让我有机会学不来了更加漂亮的我，不去被任何人定义。对啊，我也不是被任何人定义啊，我就是自己觉得、哎、自己觉得丑啊。哦，我将公布排名第十三名的姐姐，她就是从模特到演员再到歌手，勇于突破自己常识跨界的蔡少芬姐姐。皇后娘娘，谢谢谢谢谢。她的发疯是不是？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是成功了。你看，对这个舞台有一点哦，有一点。起码对得起。哎呀，娘娘的造型师是谁呀、啊？我可以更好的表现。然后真的，对一些她出舞台的造型也不好看，是吧？好了，接下来将公布排名第十二名的姐姐了啊！她来自妆容掉了，五人队，我的妆容也掉了，你凑近点。她是来自路灯下的小姑娘队的姐姐，上不了妆啊！哈哈哈。她是一名演员，哈哈哈！你们今天去拜菩萨，谢谢保佑我答辩，谢谢。蕾涵，粉丝先吃。你好，咱们蕾涵姐姐，她已经出道啊！谢谢微导。谢谢知微，谢谢什么？谢谢知微陪我去答辩，一大早当司机送我去学校，困得要死。能够来到成功二零二三，其实也要去重点是留下了开始，留下了片段，什么留下片段？留下了答辩的片段啊啊！杨梅，谢谢太太。小鲨鱼先吃，小鸡仔先吃，祝你的。比赛顺利，会不会不太会。最困难跟最害怕的事情，我都还是可以去面对。当我可以做到了，我就是成为我三年最好的榜样。好吃。嗯，把那个打开吗？哪个？马
然后包括刚刚老公刚刚讲的那段话，其实很打动我，因为我觉得老公好打动人啊，心里来的，喜欢外表，外表每个女生都会喜欢老公艾拉和小美，我们的样子是从内心而发的，对，好棒好棒。好，第十一名的姐姐已经公布完毕了，接下来要直接公布第十名的获得者。我觉得是小美。我不太能喝吧，能喝一两杯吧。他来自四人队的孤单芭蕾。他来自猪猪也好美哦。对啊，我就是吃播区 up。唱歌很厉害。他就是。谢姐姐。啊，我们是不是舞台组没看？没看的时候更加有自信了。那我们要先看上一期吗？上一个期吗？岁的没有看到这里，姐姐月姐是什么样子？可是我们还没有看到品如做法，没有刷到过吗？品如做法，姐姐，她就是李莎名字姐姐。接下来直接公布第24名的获得者，李彩桦姐姐；第23名，缇娜姐姐；第22名，汪小明姐姐；第21名，齐心姐姐；第20名，赵丽娜姐姐。恭喜恭喜！就是24年的足球生涯，它教会了我如何正确的心态去面对输和赢。在座的每一位姐姐都知道，舞台之外我们有更大的。这个足球姐姐好漂亮。这一次的主题成功。嗯，我们可以乘着风去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是希望你们未来有更多精彩的舞台。来，下面我将公布第9名的姐姐。天哪！她来自五人队。嗯，好见不得他们离开舞台呀。她的名字是两个字。这一期有点水时长啊。他们问海岛挂的是卡祖笛吗？想听你吹一个。他说你挂的是卡祖笛吗？是。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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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恭喜。今天呢是我。最多最多感动的一天，曲颖姐姐也好，好厉害啊！今天哭了太多次数了。我为什么哭呢？就是她的台步走得好漂亮哦！我就觉得这个舞台的魅力太大了。是亮亮蒸虾的可乐。它不光是一个展现给你眼前的一个绚丽的舞台。而是这么多姐姐我们在一起的一个人生的舞台，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的绽放。谢谢逸晨，我今年52，在就想重刷次元舞剑的年纪，我决定唱 rap， 我渐渐找到了感觉，我觉得我就是为舞台而生的，我就喜欢这个特效的眼妆画的真不错呀。那恭喜青姐顺利进入到下一轮公演。哇，好，那我将公布排名第8名的姐姐。最近在拍《夏夜知道风的甜》，她同样已经拍完喽。于五人队的 Problem 队，这样会拍到你哦。那就是我了吧，应该。她是谢谢太太终极告白位，首次挑战 rap 的猪猪姐。谢谢谢谢。刚刚开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看到节目组好像还是挑战的，已经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反卷第一人。我虽然刚开始是反卷第一人，但是后来我也被卷进去了，也开始越来越卷。哇，一个老弟，来来来，小龙虾，直播吃小龙虾。而且我之前只上过一次真人秀。朋友就跟我说：“猪猪，你不适合上这个节目，你的性格也不适合。”但是我来了，我来了，我今天也不后悔。我觉得我交了很多好朋友，然后我觉得每个人都很可爱。我说完了，谢谢。恭喜猪猪姐顺利进入到下次公演。好美呀、啊！还剩下第1名、第2名和第5名的姐姐成绩没有公布。啊，
小美。那么首先我们来公布，哎呀，那剩下的姐姐就是这位姐姐是一位国际姐姐，两个都是国际姐姐，应该是安德尔吧，小美应该还没，美伊里啊姐姐啊，小美才第五呀，恭喜恭喜，谢谢。自分が18位内に入ってると思ってなかった。真的跟 Jiki 好像啊。皆さんが呼ばれていく中で、どう好可爱。最後かなって。どうしようって思いました。好可爱。我这里有一张他的纸条，他想要跟大家说中文，是吧？耶。谢谢姐姐。太可爱了。耶。我很多很多的关注帮助我关注今后给姐姐们多多关多多关照照我希望能跟姐姐们有跟多多合作合作合作我会努力的谢谢。小美小美小美好可爱呀、啊、像个小精灵元气仙女，感觉小美是这里面最有活力的耶，为你高兴哦。接下来啊，期待已久的最高的两位排名即将揭晓，获得个人喜爱度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人到底是哪两位姐姐呢？不过Amber为什么排名这么高呀、啊、那我可以有请Amber姐姐和Ella姐姐一起到我身边来吧。那好尴尬啊，他们不是第一和第二的话，应该是第一第二吧。那我们就来公布了哦，请问2023第一次排名发布，获得个人喜爱度排名第一的姐姐总共获得了206个乘风值，她就是Amber Ella Ella Ella。 恭喜你们选哪个 Amber 姐姐。Ella 姐姐拿到了第二名，好吧，好吧，好吧。这样好不爽哎，明明第二名还开心。对呀、啊。不过他们组好像很强。快回来啊！快回来啊！老奶奶待着了，你又想待着，你不要进去，不要入错了吗？哎，这就抬走了。哎，给我一点时间好吧，就一点时间。他们组好搞笑啊！对，就很想知道你们俩的感想嘛。我就很感谢我的团队，很感谢他们一直在努力的想要懂我，让我也做我自己。我是现在我的喉咙有一点点干，等一下，感觉怎么样？哇，好凉凉！你不舒服就找我拿，然后我待会再给你一个。对呀，今天床都别拿了，你腿都烂了。哦，他传我的东西好快啊！最关心你，给他按摩嘛。对对，姐姐们都好好呀，还是挺舒服的。那边。队长 Amber， 他对每个人的那种体贴入微的关心跟帮助。不过他实力很强的，我勉强扶一下吧。也是，他确实是实力超强的，第一也是应该的。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很棒。真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就是我要跟我的团员们告白，我今天在舞台上。我真的非常享受，当我在跟他们一起做表演的时候，我完全感觉到他们已经是自在的，
即便在台下的时候，他还是有很多的紧张。可是最后我们还是做到了，像彩排那边一样的顺顺利利的。我们在训练的时候，等你变成大导演去拍他们，你写个 SHE 的本子，去请他们来拍，就是互相的给你怎么样？可能会失，我可能会失语，可能会失语。那你打字？只能拍不好。不紧张，你明明都记得了，你是不是紧张？对，所以你不要怕，就像你平常那样就好了，更轻松一点，就跟昨天一模一样。然后我们共度了很多很美好的时光。他又乱亲亲，谁乱亲亲啊？来了，他们总是 SH 总是乱亲亲。在座的每一个姐姐们，今天在这个节目里面，甜吗？你不会是一个人，好辣，你不需要自己一个人那么辛苦，这么努力。如果你有需求，就去求救；如果你有能力，就去帮助你身边的姐妹们。啊，谢谢。我没有上妆，看起来像病了一样。不管是艾拉还是 Amber 都非常非常优秀。他们在队伍中都是灵魂型的人物，对不对？所以再次恭喜两位。方圆圆，方圆，你知道叫你啊？好累啊！其实不管是唱歌还是跳舞，都非常消耗体能的。所以每次只要训练完了，我就会来上一杯经典。跳舞超好的姐姐，嗯，所以你一直都有在喝经典有机奶吗？对啊，我最近在喝的这个经典有机乳铁蛋白，它就可以增强我自身的保护力。像是这个经典有机奶梦幻钙，也是高营养高品质的哦，难怪初选经典、嗯、集成牛奶，赶紧来补充营养吧。以前百度贴吧的时候老传艾拉是变性的，我都很无语。好，目前我们场上已经有26位姐姐入座到安全席位。还有7位姐姐的排名没有公布。天哪，天哪！其中只有1位姐姐可以顺利坐上安全席位，2位姐姐将绑定坐上双生危险位。陈意涵人气也这么低吗？嗯。排名末4位的姐姐将暂时离开，乘风2023的。是吧？她应该也还有点名气吧？别的姐姐倒是真的没听。好像实力不行啊，你记得吗？现在我开始宣布排名，分别是第33名、第32名、第31名和第30名的姐姐。贾静雯安全的，静雯安全。他们是。要公布，要公布。去哪拿第三？嗯。帕杰琳娜姐姐，王佳瑜姐姐，唐伯虎姐姐，唐伯虎，唐伯虎姐姐，还有实力很好呀，唐伯虎不是唱的很好吗？嗯，许金韵唱的也很好啊。怎么了？他们四个怎么了？就淘汰了。很遗憾，我舍不得你们。四位姐姐将止步于此，请四位姐姐移步到舞台中间来。啊，唐伯虎直接淘汰了。嗯，我最开始还有点期待他呢。对啊，我也是。很好听啊，唱的。坐在那儿的时候已经不紧张了，因为我感觉就是刚才赵丽娜姐姐那句话，就是瞬间让我释放了很多的焦虑和压力，而且我觉得我今天。自己对自己的表现，他真的长得和紫嘉儿有点像哎，所以都是漂亮姐姐。所以 whatever， 我们都做到了自己认为自己还不错的位置，我觉得就很棒。而且听说还有复活赛吧？有可能，因为太精彩也饿了，所以我陈小编能不能抢点汤圆圆的饭？这个汤圆圆放回去吗？还吃吗？你还吃吗？你还吃吗？我不知道，不吃了就放回去呗。先放回去吧，等一下他问题起来了以后。嗯，这好辣呀、啊！我好着呢，我就看王小明哭，我也忍不住。我好着呢。
你进去平跳舞应该也能进第二轮吧？不知道，这也不是看实力，也不是看人气，也不知道看什么。男人也这样，没事。小明也好可爱呀、啊！我想感谢每一位姐姐，这次给我。魏总准备下播啦，连连看吧。我学了不少东西在这儿，但是不管怎么样，因为我有我的梦想，不管我今天。但是他还是在小雨，还在和小雨子连线呀。因为我本来就是喜欢唱歌，他还在小雨，还在和小雨子连线。我加入的话就会能看我的表演。谢谢你带给我们这么精彩的舞台。谢谢你带给我们这么精彩的舞台。我是演员王佳敏，我想看从三十多部戏，大家一定能那个。但是我想让更多人可能认识我，真的太喜欢你了，发自内心的，我觉得哇太美好了，真的，我来这儿是我觉得是最美好的，太美好了，好多漂亮姐姐，我能见到你们，然后我也可以让大家知道我来过，我再回去好好做我的事儿，好好拍我的戏。嗯，小美哭的眼睛都红了，太好看，谢谢大家看，我爱你们，大家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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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我了。哎，就我来的时候，那个导演问我，他说希望你自己会经历什么或者怎么样，就类似于这样的话啊。他普通话说的太好了。然后这个 trap 跟国风的结合，然后呢，我还交到了很多我觉得会成为我一辈子的朋友。我本来啊，其实是有预感，然后特别想给他唱一首歌。别哭了，我不能不看你、啊。我输了，我在舞台上不哭的啊。我想给你送一首歌，叫《千千阙歌》。不好意思，这几天太忙了，我没有学会这首歌。风飞静静雨落，风飞静静雨落，飘雨放我路上。要哭。来人就轻轻。满星，亮过个满月亮，老黑板黑姐笑嘻嘻，姐姐们都好美好啊，怎么了？给我都看哭了。我觉得要离别哭哭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之前他们创造营青春有你要离别的时候哭还被骂，而且你今天超勇敢是吧，嗯，爱是这个最有力量的东西。你觉得就头像长在你的头上。可以。我得到了很多，我得到了一些人文漂亮的舞台，我得到了认识姐姐们。我再看看微微还有没有在连线。特别喜欢的姐姐秋秋，我说我们的节目。又在连线吧。还在和小雨扎连线呢，小雨扎是不是那位很会武术的那个？是的，是的，很会武术的小姐姐。这些都是必然的过程嘛，我们都有心理准备在心里，所以就是平常生活好，平常生活好。嗯，一会儿也要回家。嗯。对，我们该回家陪陪家人了。嗯。然后呢，充饱电以后，回来再就是你。哎呀。会演戏的时候碰面吗？我真喜欢你，我们相处的那个感觉，那个连接，就是正常的那种，我能感觉到那种真诚和就和美好。吉娜也可以，舍不得我们是不是？吉娜姐姐跳舞也超搞笑的。大连走，我也没这样走过。
哎呦，最残酷的是最后一个座位，就是第一个座位和最后一个座位。不要回头杀，出去就钻回来。嗯，哭得好伤心哦。其实我觉得对于姐姐们来说也还好吧。现在是马上就能相见，我很在意他。唐伯虎好帅啊，这个事情是吧？并不会很伤，性格也很帅哦。但是我很受不了让别人失望。嗯，待会儿就去搜搜他，关注他。这样也太好磕了吧！一辈子好朋友，怕他一个人会孤独，所以受不了让他失望。求我求我！这个东西把它拿走吗？我想请问，或许可以吧？他把名牌揣走了。他腰好细哦。嗯。拜拜。笑死了，他把球死炫的拜拜。他好好笑啊，镜头感好好啊，演员跟每一个摄像头拜拜。可能我不知道。好，我们现在还剩下三位姐姐没有公布排名，她们分别是陈意涵姐姐、徐焕玉姐姐，还有许金令姐姐，还有三个姐姐。中间来，你觉得是谁？接下来谁会留下来？最后一位坐上安全席位的姐姐，她在本次公演中获得了62个橙黄值，排名。第27名，你觉得会是谁呀？许靖玉也还好吧。这个姐姐是许怀玉，许怀玉吗？哦，许怀玉姐。可是她不是被吐槽划水吗？没有看上一期的也，我可能应该是最后一秒把她离开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应该是我拖累大奖项。我今天这个，从舞台到第一次公演的时候，我其实都有一种愧疚感。其实我觉得我对不起所有的姐姐。好啦，现在徐静韵可以跟唐伯虎一起了，大家给我个机会。加油！徐焕玉姐姐一起过五二一，安全席位，恭喜！那你就加油吧，明明是有实力的，就不要这样划水了。徐静韵姐姐，嗯，陈意涵姐姐，你们在本次公演中的票数只相差一票。徐静韵姐姐排名第29位。陈意涵姐姐排名第28位，很接近。你们将落座双生的危险位，你们俩之间只有一个人可以登上二宫的正式舞台。在下一次小组考核中，胜出的姐姐才能赢得最后的登台机会。好残酷哦！此刻有什么想说的？嗯，我是一个蛮乐观的人，我。出舞台的时候其实是倒数第三，我刚刚是27、28是不是？我觉得我进步了，5名是吧？有吧？对，我觉得是进步蛮多的。对，好，就这样。有进步，很棒，大发很棒。有进步就好，有进步就好。在大发。徐静韵姐姐。
我希望我可以带着他的梦想也一直走下去。哎呦天哪、嗯、好，那我们现在就谢谢两位姐姐，请落座双人座。不是拿第一名吗？他第二名是周笔畅，第三名是张靓颖吗？嗯，然后是第四名是哦，对，何洁没有拿到前三的时候就总冠军二三第一次个人喜爱度排名公布已经宣布完毕。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所有姐姐的总排名榜单。记忆犹新，明目张胆的偏爱。请留下来的姐姐们平复好心情，乘风之旅继续前行。平复好接下来请全体姐姐们同步到活动区，我们将揭晓三名新诞生的乘风创始人。走吧 ，Let's go。可是我想看品如做法呀。你看呢？看完这个再回去看品如做法吧。皮肤非常好。是吗？还有 little secret。我平时会喝思维师胶原水光瓶，它里面含有胶原蛋白肽，还有玻尿酸，都是有专利的哦。肌肤丰弹，高清镜头怼脸拍，也能难捏。Cheers。酸酸甜甜，缺成味，我喜欢。现在上电商搜思维师买胶原水光瓶，超划算。思维师胶原水光瓶，肌肤丰弹，我们的新时尚。大美中国乘风之旅正在继续。在第一次公演中，我们感受到同伴们带来的欢呼和喜悦，舞台和对手带来的感动。魏巍已经下线了吗？分别 ，ella 队、叮叮当当、谢娜队、龙泉。恭喜各位，三支获胜队伍中已有的成功创始人，将继续连任到第二次公演。另外会有三个新的成功创始人席位，从你们的戴眼镜的人都是拿中指扶眼镜的吧？也会这样。在本场公演我们开始之前，会为已有的成功创始人已经率先写在了他们心中新成功创始人的人选。我已经很确定我们的人选是谁了，因为他够稳定。最重要的是你真的站在舞台上面，哎啦哎啦，不能够克服那个海纳，保持好你的状态。队长一旦稳定了，团员们会感受到那个气息。这个牛肉也给你是吧？因为就是舞台经验也比较丰富，说话也有分量的，相对比较有资历的来说。现在我们的最终结果上来，乘风破浪的姐姐，吃吃小龙虾，看综艺。太真的了，干嘛想要一点？他说要给我，他说要给我。这个姐姐唱歌很好听，我记得是吧？嗯、取下信封，站到话筒前来。哦，还要自己说，好不行。请二人队的第一名，本别队的成功创始人卢静山姐姐上台。请卢静山姐姐揭晓你所选择的新成功创始人。嗯，这个是个惊喜哦，我选择的是噔噔噔。游戏君小姐姐、哦、恭喜游戏君，请游戏君姐姐上台。不是只能选他，不是只能选他，他是明代的，他很有台风啊，像他自己的演唱会的本子，还有他的那种眼神，我都觉得哇，真的是一个歌手。戏君他是一个非常讲究，很坚持的一个，也很漂亮、哦、很不自私的把所有自己学到的东西会的东西去分享，所以我觉得他做成功创始人绝对没有问题。你绝对没有问题，绝对没有问题。我刚刚说你也没得选呀，有的选我也会选他，特别适合。谢谢，再次恭喜。来，欣欣姐姐跟我们分享一下当上新成功创始人之后心情怎么样。嗯，我觉得我还是要谢谢青山吧，这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因为新的乘风创始人就是新的队长。熬不住的快去睡哟、哦、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谢谢太太送的小卡车，希望你带好了，今天的礼物已经满了，不要再送了。两位不错。再看综艺，
OK。好，现在请四人队中的第一名叮叮当当队的乘风创始人艾拉姐姐上台。不会是你吗？还是你觉得是你？不可能啊！我这一轮的目标就是帮艾拉姐他们。下次换个网连麦，家里的网就一个啊。对啊，昨天基本上算是通宵吧，睡两个小时还没睡好。其实我有想过这件事情。太太跟小鱼儿不要战斗了。我想要组一个队，这都是演员的一个故事。偶像，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想看他在这个舞台上。我们没有，我们大家听说他想组一个演员队，然后后期就这排了一排演员，然后两个字演员的诞生，会有什么样的化学反应？我觉得我做不做这个事，知道啊。但我觉得这个想法越南的姐姐 interesting 的一个想法，其实我们可以拿出来谈。嗯，明天要去比赛，要早点去化妆，那你就放着听，然后睡觉。And I have a ticket to the final. Yeah. So my team must win. 大概有这么长吧。新乘风创始人，点个免费的小星星就好了。知福。Right. 知福姐姐，成为新乘风创始人。哇，知福姐姐好漂亮！这两个像颁奖一样。他们像。嗯。然后请艾拉姐姐为知福姐姐戴上乘风创始人的手环。我就看到知福，他就有点像班长的概念，你知道吗？因为家里一直困在他唱跟动作的问题。我看到知福一直在教他。一直在给他练习。你看过他绝对是可以知福的那个 MV 吗？没有。就是把男人变成猪的，然后跟他把男人变成猪，学习到很多东西，然后非常感谢他。我们都要正视美丽和比你优秀的人的存在这件事，要懂得互相欣赏这件事情。Thank you. You are going to face a lot of challenge, so if you have any problem, any question, just find me, okay? 知道艾拉现在几岁小孩？不知道。First of all,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你粉他的时候，他也不会说这么好吗？真的。This is a really heavy responsibility to take care of the whole team. So we gonna support each other and we'll be the good team. Hope yes. so.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再次祝贺金福姐姐，我们也期待接下来的精彩舞台。好，现在请五人队的第一名龙泉队的乘风创始人谢娜姐姐上台。你也觉得？还不如不说呢，那些话。是吗？应该是肯定。真肯定，真肯定。新乘风创始人推选卡，我选择。硬着头皮上。阿令，黄丽玲姐姐成为新乘风创始人。哎，我要晋升了，黄丽玲。哦，骨发软的。他也好可爱呀。很不愿意他离开我，因为有大魔火在，我心里很踏实。阿令当乘风创始人，他可以选到很会唱的歌，然后阿令主要是 vocal， 绝对能够炸场子。来，乘风创始人。Amber， 不好意思，我有了。不用替他带了，没事没事。刚刚我说，好漂亮哦，他就说给我。我不知道，因为当创始人要有很多的想法、责任，表演上面要更稳重，希望大家也可以帮助我，谢谢。慢慢来，慢慢尝试。哇，
是的，再次恭喜阿林。那现在我们二宫所有的乘风创始人全部产生了，卢靖山、刘希君、艾拉、师傅谢娜、阿令，希望大家不负众望，乘风冲刺，为队友拿下更多乘风之夜的入场券。艾拉，你今天超有品耶。对啊，尤其是雪牛奶，不断追求有机品质，直至心中最好，限定有机原产地牧场。恩美巴克优质乳蛋白，更高有机品质，更多有机营养。经典有机奶，纯风自不凡。更有经典活性乳铁蛋白，要来客串是什么意思呀？搭配活性乳铁蛋白，有着更强保护力。本节目由经典有机奶独家制作，夏夜知道风的甜，张艺兴等众多香吉主创的可爱妹妹长沙夜生活，我妹妹不太可爱啊。走进影院，乘着长沙的夜风，她是健身教练吗？这座城市的温度。好，十至二什么时候可以和微微一起直播？下次，下次一定。所以接下来我们马上开始。声音有点憨甜。选曲组队、我妹妹还和我一起直播过。二宫舞台的主题和歌曲 demo， 请看大屏幕。期待，我很期待这个。当白天抱紧黑夜，时间是世界上最难两全的东西。我们把白天给了工作，把夜晚给了家人，和自己。与其被时间追赶，匆忙出发，不如停下来，和时间对谈，告诉他，你不闭嘴，该给。是的，在武汉呢。从头。这个多难啊！他们做的这个动作得有很专业的舞蹈基础才能做到。谢谢我才能够学。Angel， 好帅！这首歌适合 Angel。这适合西西。哦，不要。他要那样喊叫的话，除非有一个能和我一起闹的人。能把他一比一 hold 下来的，就这样的人，你知道吗？对。我说我自己。加油，不要跳了。这把你做一个故事出来，能完整一百把唱出来的歌，我的信心更强。吴静好可爱呀、啊。一直说能跳这个舞的人只有谁谁谁，能唱这样的歌的人只有谁谁谁。三人队。啊，吴女士。哦，多谢您了。哇，我好喜欢呀、啊。两个人的好像，对，这张姐姐不好像。哇塞！这首《双人》的歌我原来也唱过、啊，老公也喜欢，老公好可爱，你看他。啊，我等一下他。老公好可爱呀、啊！啊哈哈。确实好像天黑黑一个强迫都发现过词曲创作人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作者，很喜欢他们，就是这种黄金组合。什么
用沙。张艺兴的。我一直觉得啊，这个可以，他们感情真好。这个我好喜欢。这不愧是我的偶像。真不愧是你的偶像。就是脑子里突然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就是这首歌。哪的？哦，这里怎么有点拉丁？嗯，好难哦。我眼泪了。那我去找叶圣罗。我对这首歌是充满了感情，我看了歌文，看了这首歌的一些阐述，就很喜欢。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帅。这好像健身操。你最喜欢哪个？啊？你没看完？结束了，选不了他。我最喜欢迷奸香。我最喜欢迷人大姐姐。不是。接下来我将发布《二宫乘风创始人》选取规则。全部创始人将前往不同的训练室，根据个人喜爱度排名，由高到低依次进行选取。也喜欢可爱妹妹啊。全部创始人选择的歌曲将成为自由歌曲。现在我们邀请，可不能说这样的话，快撤回。共同前往一号训练室，请阿拉姐姐、不重复了。姐姐共同前往二号训练室。请辛娜姐姐和阿斌姐姐共同前往三号训练室。接下来拜拜，歌曲的小鲨鱼。So difficult every song. The last one every song. The last one into dance. Just like a lot of energy looking forward. Yeah. 你看到哪个歌？我没复过选，因为我们还要再考。哦，你们，但是也得啊，你还是要准备啊，万一你考过了，你也得唱一首。我想星夜生活，谁有活力跟我一起星夜生活？谁有活力，一起跟我去夜生活？有没有人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六位成功创始人，接下来我们将根据六位的个人喜爱度排名，由高到低依次进行选取。就是我觉得你得看看你喜欢哪一首歌，或者如果是两首歌的话，怎么选？我首先抢面纱，我会首先抢这个。首先，请排名第一的 Ella 陈嘉桦姐姐进行选歌。哎，怎么又变成 Ella 排名第一了？不知道。OK。不好意思，我选了那个。好快啊！我就是直接让他们说的吧，没有。他俩选了一起吃苦的幸福。他是想换一个类型。哦，他选慢歌。哦，对，我选那个面纱 ，OK 吗？我选中了吗？你看到吗 ？Hello， 我选的是那个。好的。成功创始人谢娜姐姐已完成选择。记得吗 ？Oh my God, she chose my song. Oh my God. 我是适合的吧？我可以啊。我喜欢面纱。你适合。都已经结束了吗？对，就是这个。你适合。对啊。你说他们谁更适合叶生活？我们只看了前半场。带我去找叶生活。比较反差。这个过后就可以看，直接看二宫了。二宫是这个前面的哦，那他选三宫的曲。哎，这个是有是不对，初舞台不算一宫吧？初舞台算吗？尤其是你不会太跳，所以我觉得你基本上能够成功去躺在床上看直播，真好呀！我也想躺在床上播。他选了，
天空里的星，不管你可以的。没看清楚，是你选到你喜欢粉的，是我喜欢的人选到了我喜欢的歌。哪一首啊？刘惜君带我。哦，希望我两个能成功啊！我熬了十几年的夜，每天都在过夜生活，我住在一起，然后在这里。我熬了十几年的夜，也太搞笑了。加油，加油，唱跳出去来了。因为我觉得其实要尝试，我不抗拒，我觉得来了就做呗。因为我喜欢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而且是一个乐队的乐曲，各个角度来讲应该是我的首选。现在请排名第四的成都创始人卢靖姗姐姐进行选歌。我希望卢靖姗选的是谁。成都创始人卢靖姗姐姐已完成选择。哦，你来了。Oh yeah.我觉得这个，相信我，一个大挑战，而且是周杰伦的歌，你相信我选这个，跟原先完全不一样的 style， 但是他又会有另外一个，对。啊，我觉得制服更适合呀。距离的选择时间结束还剩下两分钟。哎呀，制服是最适合这首歌的。对。OK， 啊！他已经想选了几次都没有选到。他选的你，为什么我们要选的就被你选掉了？哎，按照排名来没办法。就是自己选的歌，他们又不能分到一组去，那些歌曲都被选走了。哇，我就选我离开我自己。好了，六位成功创始人均已完成歌曲选择。本次组队。你说他可以想要去迷迭香，然后不当成功创始人吗？匹配规则，双向互选。现在乔师姐已经放好了每一位成功创始人的信箱。老公能够选到他的。所有的自由姐姐可以将自己手中的。哎，小美选的是哪个呀？成功创始人的信箱。好期待小美选哪个哟。最多可以投递两个志愿。老公可以选到他心爱的迷迭香吗？嗯，哦，十一个人选择，我是不是多大的压力呀、啊？我唱英文的，哎呦我的妈呀！你去整容了吗？真的真的。Our maybe one thing。哈哈哈！救命，小美好可爱呀！小妹，他们在演什么双簧呀？若自由姐姐没有心仪的成功创始人队伍，则可以选择不投递志愿，等待下轮自由歌曲的组队。哦，还有自由歌曲，这个、还难啊！这个，哎，猪猪可以唱哎，猪猪也很适合迷迭香哎。好。猪猪姐，如果我选 levitating 的话，需要一个跳很强的人。跳很强就是 Amber， 但是 Amber 跟 Chip 关系很好，我估计他会选 Chip 呢。So my first option is Amber。但 Amber 可以迷迭香吗？I'm sure Amber。大家都要选、嗯、啊。Just put on here.My wish, right? Yeah. I think her personality, I like her. Amber, 你跟我吧，曲谱唱迷迭香那么 sexy， 你跳也挺帅。好多人都选。我们在手上，所以我们天哪。OK， 然后第二个呢？这没有。啊？还签了合约？Okay, let's wait.
我靠！那就这样吧。各位乘风创始人的新名单已确认，请各位乘风创始人移动至各自训练室内落座等待。刚哥，要是他明天想你这样炸了，好，明天上午考试还不睡，快睡。好，那么接下来根据自由姐姐的志愿投递情况，开启与乘风创始人的心仪名单匹配。若自由队员投递的志愿和一名乘风创始人达成匹配互选，则两人直接成功组队。我那时候其实两首歌如果都有被，怎么有人知道什么夜火神什么时候拍啊？跟那个我的心里其实已经有默默做，还问吉吉和微微的夜火神什么时候拍？我当时两票都投给了这首歌。他怎么会知道夜火神这个名字啊？不知道啊。选择这首歌的创始肯定是微微说的，是不是微微说的？不知道。是没选择节目组是不怪的，让他们先盲选。我来到乘风2023这个舞台，我第一次开始肩膀有紧，就是在那一刻。我真的觉得那个是一种折磨，因为你坐在那里，你不知道谁会进来，不是为什么说的。现在要告诉大家的是，接下来马上要进行选择的姐姐是贾静雯姐姐，因为本轮你的志愿匹配情况是有两位乘风创始人和你达成了互选。我发过夜火城，没说是谁演的吧？所以你将什么是吉吉和微微的夜火城？进行一对一的五分钟面聊，吉吉和微微。吉吉和微微，吉吉和微微，啊、哦，就真的全身起鸡皮疙瘩，跟觉得说，目前应该不会见粉丝群吧？我觉得在从一开始吓我一跳，都是没有被看见，然后忽然在一公表演完之后被看见的感觉，其实会觉得努力好像被看见的感受很好。微机微，真的假的？因为我选了一首慢歌，我知道哇。然后我想说，也许我们可以一起试试看。啊，我只是怕我自己会给累了。其实你不要这样想，我选你也是因为就是想要一起。但是他们都是台湾的号，又怕自己唱不到那个位置。其实你不用担心，我们在音乐上面都可以做讨论。我知道你也可以唱，然后你也在摸索跟探索的这个东西。但是我选择你的原因是因为。我喜欢你的态度，就像你说的，你要给你的小孩一个榜样。既然来了，你就是想要把它做好。哎，好认真啊！这种态度，他好认真，有点不习惯耶。我去进行另外一个，想清楚。谢谢你，好，谢谢你，谢谢你选我。都是台湾的姐姐。嗯，好喜欢台湾的姐姐啊，好喜欢她的腔调，也好喜欢叶淑华呀。我很惊讶哎，有没有是女娃的粉呢？我很惊讶，她也是那种我觉得就是综合也很不错的，然后或者像小姑娘的舞台表演，其实我有看见，就是很蛮美的。而且我可能之前没有就是律动特别强的歌，对。然后这次的话，我选了这个。你选这个。很好，会很帅吧？我觉得可能会看到不同的面。明白。我思考一下。好啊，没问题。好，谢谢。客气。好难呢、啊，我的天。等你，等你，等你的好难的第一个项目，我好难。我的天哪，好难哦。请贾静雯姐姐即刻做出选择。好难、啊。刚刚面聊的两位中，想加入谁的队伍，可直接前往对应训练室。推门进入，好难呢！啊，天哪！这要是我，其实刘星星是我最惊讶的，因为他那么会唱，我真的不晓得，就是我能在这个团队可以发挥什么作用。Ella 给了我很多鼓励啦，说实话，因为在从初舞台开始到义工，他都跟我说我的声音其实是很有特色的，然后是很有感染力的，可能两个创始人都同时。看到我身上可能可以在这首歌发挥的特长，如果想起来参加次元舞剑的时候也差点没人选我呢。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什么时候啊？参加次元舞剑的时候啊，差点没人选我，是吗？
对啊，我是就是第一轮只淘汰一个人嘛，我就是倒数第二个被选的。西四选了我，感谢西四，何浩浩，我来了。魔，这是不是魔太奇姐姐？我来了。哦耶，我也觉得他们这样比较适合。再跟你一起锻炼讨厌习题，但是这次。是谁选你啊？哦，最后的决定是选择跟 Ella 同一组，其实也是因为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比较好好唱歌，比如说这首歌的歌名真的我很喜欢，一起吃苦的幸福，因为我觉得没有吃苦过，其实你不知道那个幸福的甘甜，所以自己就选了这首歌。嗯，下面有请猪猪姐姐。猪猪姐会选哪个呢？五号训练师迷迭香。迷迭香，我想看他跟知府一起跳迷迭香。我的两个分别投给了知府的迷迭香。哦耶！谈恋的我离开我自己。迷迭香，迷迭香。其实我在之前没有跟任何人交流过，我也不知道谁会选我。迷迭香，迷迭香。知府的迷迭香呢，我是成为了歌喉的，蛮适合我的。是的，但是我又很想跟安琳合作，我觉得在33个姐姐里面我最想合作的安琳是其中一个，但是我觉得这种大 vocal 对于我来说其实是很有难度的。嗯，要迷迭香肯定美死了，真的真的，你们说是吧？进去之后我非常开心，因为我这两个选项我肯定是更偏向于安琳这个选项。我的想法是，猪猪姐跟我的声音其实是蛮不一样的。如果两个音色比较，我也很喜欢迷迭香这首歌哎。在一起的话，这个歌在周杰伦的歌里面，它又多了一个层次，风格也比较特别的是吧？好，现在请蔡少芬、你的嘴角姐姐一为什么平凡的不可救药，想象不到如此美妙，你的一切都想要啊。我觉得娘娘跟品如他们两个好像啊，他们都是香港的，都是港姐类的，是吗？娜姐，欢迎让我进去，你好。他们有夜生活了，我戏精啊，我好，现在请无忧、曾可妮姐姐一起前往三号训练室与乘风创始人会合。我们俩又是你。嗯，没人选他吗？他好，是我的娜姐吗？不对，我还嘲笑别人孤独呢，我最孤独。接下来，我觉得他跟你蛮像的。有请的是汪小米、孙悦，恭喜你们直接成功组队。这是 Kitty， 谁呀？吴静山。哎呀，第一次来哥，我月姐 ，Oh my god！ 来吧，你们的成功创始人在训练室等你们呢。哦，原来是这首歌呀。看姐姐们真是太好了，好励志哦！英文没问题，包给我。没问题，包给我。月姐就是，其实我们选歌之前，她就跟我说，就是想跟我在一起，我也很想跟她在一起。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说月姐，你确定吗？因为娘娘的普通话需要翻译，明天回学校上课，明天是周日就要回去上课了。你可以睡觉，赶紧睡吧。要是不想断的话，你就放旁边听，
边听边睡觉。二，武术超级厉害的，应该看过吧，但是没追完应该。I'm sure I'm very interesting。是哪组啊？志愿志愿双向匹配的结果已经公布完毕。那会儿没选他。说实话，比较sexy 的、漂亮的那种风格呢，已经就觉得 no， 这个不可以是我的选择，因为我想要选一个不同的、一个新的，会让我挑战我自己。选择从头都是因为谢欣姐，如果谢欣姐愿意跟我一起。表演那首歌，我跟他也只有他们俩能跳了吧？你刚刚让我跳的那个，我说我如果没有可以合作的人的话，我不跳。但是如果 Amber 的话，我可以。你要吗？我可以，我要。也只有他们两个能跳了吧？我是就是 you are my country。我好期待你们两个人合作，我的天哪，我起鸡皮疙瘩了已经。猪猪为什么没有选迷迭香啊？两个队友，他选了两个人跑了，他选了两个队友达成了候选。哦，他们都已经开始。哎，你看这是什么？那谁来跳我最爱的迷迭香啊？姐姐们需要完成心有灵犀默契挑战，全部猜对后即可解锁全部口味的德芙饼干。我来演，阿赖姐来。好，快快快！我看看啊。怎么样？你说武打动作，武打，啪啪啪，哒哒，龙拳，不是，那是什么？呀，啊，酥脆，那跟武打动作有什么关系？怎么样？哎，这是什么？啊，这容易丝滑。嗯，也被无语到。这是什么幼儿园剧场啊？好像那个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那么接下来我们请活动区的所有姐姐们集体前往赛事区，好香哦，将开启空余席位和自由歌曲的组队。小美，小美还没选呢。妹妹，小美选迷迭香吧。你也说话也没选我，他们人在哪儿呢？在那个里面。好，我们马上开始第二轮成风创始人的组队单项选择。拥有空余席位的成风创始人，根据个人喜爱度排名，在投递了自己志愿的所有姐姐中，一次选择一人补齐队伍。那现在个人喜爱度排名第一的成风创始人艾拉姐姐，请你选择一名你想要邀请的队员。艾拉还是第一名。刚刚有一个姐姐举手说她很乖，很乖。我选邱思萱姐姐。我选了邱思伟。这就很搞笑哎。好可爱呀、啊。干嘛观察人家？你看小美好可爱呀！我很乖的。邱思萱说：“我很乖的。”你看小美，你看小美啊！邱思萱嘛。邱思萱，太可爱了。我对你背景好。我是有讲运气的。我打背景，打背景对我。我可以听到汤圆在哇。我了解他，他最想来的就是这儿。我们是想要秋秋过来啊，但是呢，秋秋我知道秋秋，我了解秋秋，秋秋跳舞很累，
孤单芭蕾他已经付出了所有，他很焦虑。我想看孤单芭蕾，感觉出他累了，所以我特别高兴，他最后被艾拉去选。Oh my god！ 我特别喜欢艾拉的，他的性格特别开朗，这个我特别想跟他一起。他选我，谢谢你，谢谢你。他也很开朗啊。好，个人喜爱度排第二名的宠物创人谢娜姐姐，请你选择一名你想要邀请的队员。小缇娜，让我揭开你神秘的面纱吧。现在你好漂亮，好漂亮啊！这组谁啊？色，他一心只想去。我这一轮想先邀请，这时候不应该举手吗？疯狂自荐。我这一轮想先邀请小美。啊，小美去夜生活啊？很好，真的。你告诉我，我要去早晨的午夜工作，要不去夜宵吗？我们选的是曲颖姐。这种单向的选择不能拒绝啊。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知乎来发起他的邀请。老公，老公，老公想去迷迭香。我想选他，可是我感觉他不会要我。选老公，选老公。结婚。我教你唱中文。老公，老公，选老公。I teach you how to sing in Chinese。好喜欢老公呀。选老公，选老公。公耶、yeah! 老公唱迷迭香肯定也超好听，肯定会很好听的，是吧？心想事成啊，我终于可以漂亮。哎呀，小美，不要选，不要选那个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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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拉不要选那个谁，不要选那个谁，艾拉选倩倩，选吴倩。我选择吴倩。哎呀，吴倩姐姐看起来好让人心疼呢。为什么没有选择家里的原因，是因为家里想要做唱跳。倩倩的个性我明白。好不容易跟我熟了，刚好她也选择了我。吴倩真的变成赵默笙了。然后我知道他的唱功，所以欢迎加入吧。他好 emo 哦。是吧？哎呀，真好！哎呀，真好！我哎呀，眼光真好。好，恭喜吴倩。幸好没有选那个谁。你总是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你干嘛捶我一锤啊？你为什么要学艾拉说话了？这组也很精彩的样子哎，秋秋很有综艺感。哎，这不选他吗？我首先要谢谢所有厂商选我的姐姐，然后特别特别感谢大家。难道不选他吗？但是我现在已经有一个人选想好了，我想邀请的是。他只想选这首歌哎，我想邀请的是李莎明子。哇，好难过呀，两色要哭了，要哭了。我觉得亚瑟出去迷迭香，他只选了你，知道吗？他只选了我。啊，这是什么 B 结局啊？我都替他悲伤。我后来才知道，就是亚瑟把两个票都投给了这首歌，没有想到说他会用孤注一掷的方式选一首他自己很喜欢的歌曲。我只能说跟他说一声，真的很抱歉。对人生，我们会面临很多的选择。被选择，
得知我姓，他卸了妆过来采访，接受他。我们一起选择了许金韵姐姐还有陈意涵姐姐，所以我们现在是六人组一起去。哦，好，我们人也太好了吧。没有啊，本来就是要选你啊。我看了他一公的表演，我觉得大发在这一方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金韵是他唱歌绝对是没有问题，无论是哪一位我都觉得看看小美就跟吉吉一样是会是很好的一个组合。好，接下来我们将开启自由歌曲的组队，剩余还未组队的姐姐将根据一公个人喜爱度排名从高到低依次加入还有空余席位的所有歌曲，直至八支队伍全部满员。个人的喜爱度排名请看大屏幕。Amber， 你先选。他们已经想好了哈。好 ，Amber 直接选择了二人队从头。也只有他们两个能选。应该没有人选，应该没有人选。亚瑟，你想那谁不要坐上去啊？那谁不要坐上去啊？他不会选从头吧？天哪，这都不是我，我应该要跳。两个都要跳的，这个有舞蹈吗？很厉害的舞，就明年想我，我跟你讲，我是。可以，也是有点期待的，他俩在互相抛媚眼，谁跟谁啊？那就让大家都意想不到吧。林谢欣，我就去演个谜。星空，咱们直接走吧。两手他俩必须要在一起，炸死了。我选择从头都是因为谢欣姐，如果是 Amber 的话 I'd love to， 我会非常愿意来一起去创造这个屌屌的感觉。实力嘛很强，好厉害的人在一起，但是这样的节目也不一定会观众会喜欢吧。我们来看看最终的组队结果。在这里通知姐姐，在七天之后将迎来两位危险姐姐的小考，决定了两位姐姐你们的去留，也请姐姐们继续全力以赴。他们两个是不是要学一个人的位置啊？接下来呢，我要发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危险队员将在24小时后登上小考舞台。24小时，我现在已经开始紧张。倒计时开始，你们俩需要通过小考决定只留下一个人登上舞台表演，最终决定谁去谁留的人，这个是按照实力吗？安全起见。天哪，是他们来选择是吗？啊，这也太难了吧，这好难呐。危险成员小考结果已产生。天哪，不过好像之前创造营还是青春有你还是韩国的 produce 好像也有类似的。看完会很无语。浪姐有特别出圈的舞台吗？乘风2023第一次排小美啊，现在哦，小美的极乐净土排名，除了小美的极乐净土的，不是啊，她和那个姐姐之前的龚琳娜唱的那个花海，他们是花海特别出圈吗？帕杰琳娜姐姐，反正 B 站还挺火的，因为小美是 B 站大 UP 嘛。王佳宇姐姐，以后演戏的时候看电影。唐伯虎姐姐，你们真的这样走了吗？前情回顾。拜拜。活了这么多吗？继续奋斗。又接着往后看啊。好，许金韵姐姐、陈意涵姐姐，你们将落座双生的危险位，在下一次小组考核中胜出的姐姐才能赢得最后的登台机会。接下来我们马上开启2023第
第二次公演的全第三队的姐姐们，今天在台上噼里啪啦的时候，我就觉得。把想要留下来的姐姐，如果因为我是照着念呢，对我好操累。那念念念念下来以后也没什么紧张的，其实。正式成员，心如死灰的，摆烂了。二公舞台，好吧，许金韵会有更大的舞台吧？对呀、啊，我也觉得很明显嘞，真的很明显嘞。危险成员小考结果已产生。请许静韵和陈意涵姐姐前往很明显队伍训练室门口查看结果。如果是按照实力来选的话，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可以犹豫的。留在这里的话，二共的名次。但也说不定，他们说那种什么真人秀，有可能是那些姐姐们没有后面没有档期了，然后就把他们淘汰了。努力一定看得出来的。然后祝我们一起顺利毕业吧，我不喜欢麻袋，快困了就快去睡吧，没事，我待会儿就睡。但是也是没有想到陈意涵姐姐的人气会是那么低，以前好像觉得她还是元气少女，热爱运动，感觉还是有点人气的吧。是你的，是你的。冬天穿光腿神器啊！哎呀，完了，脸上都是毛毛。就他宣布名次的方式也挺惨。怎么宣布啊？门口。OK， 我没时间了，名次。没事，没事。姐姐们都哭死了。你们是不是都很难受？你看这些大姐姐们都哭了。我把我大白腿遮着，你们被直播微风进来了。大家都知道，觉得这一轮一定是淘汰大发，但是没有想到，大发的努力让我留下。我觉得是一股精神，女人的那股精神，那股韧劲儿，大发身上有了。感觉对许金韵姐姐也很不公平，每个人都很努力吧。但是她这次想努力吧。你说我们多少人在人生里面遇到一个排名，就你们经常问这个分数多少，那个分数多少，那排名没有那么高，但是这个没有阻止她真正的去尝试，去克服这个挑战，所以我还是挺感动的。他跳的不差呀，员工有的东西特别好。